大学假期啱你。井冈山面积665平方公里，山地面积为总面积的89%，森林覆盖率高达64%，植物种类有3800几种，有绿色保护之称。自然景观有雄险的山势、奇特的飞步、磅礴的云海、美丽的日出。井冈山亦都是著名的红色旅游景点，有大量的革命遗址和革命纪念建筑物，供人民了解革命历程和艰辛。北山烈士陵园于1987年始建，同年4月建成并开放参观游览。翌日陵园大门系块蓝色牌坊圆标，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有个抗金大字。井冈山碑林采用江南园林建筑风格，分为碑攞、碑亭、碑墙三种碑刻呈现形式，因山就势高低错落，配以亭台楼阁相结合的整体建筑造型，将原肃穆工人们更好地了解过去从瞻仰为国牺牲的故事。龙潭瀑布群，它有五潭十八瀑之称，以瀑布数量多、落差大、形态美而著称。景区五潭分别叫碧玉潭、锁麟潭、珍珠潭、碧虎潭、仙女潭。潭尾如碧玉，似环龙受困，水晶清脆，如珍珠落入玉盘，姿态万千。四周是峭壁的山崖，天色的岩石上点缀住绿色的植物，犹如一幅上大无比的水墨画。濮阳界是次平不乱的悬崖，开导旅客地势险峻。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创后，将濮阳界作为重要设防五大字口，知道易守难攻，有国壮战士留低的遗址和要塞。佢在高处可以欣赏远处的绿水青山，开阔视野，呼吸新鲜空气。人哋在参观革命根据地的同时，仲可以欣赏美丽的风景。参观革命摇篮的井冈山，欣赏绿色保护的井冈山，瞻仰为国捐钱的先辈伟人。你仲在度等咩？快啲嚟我哋大学报名出发啦！电话6284499二，你仲可以登录www.6284499.com 查看更多旅行团，或者关注大韩微信享最新资讯。安装大韩假期 APP， 随时随地报名出发。电话6284499二，你仲可以登录www.bigline.hk 查询更多旅行团，或者关注大韩微信享受最新旅游资讯。安装大韩 S， 随时随地报名出发。